家好，我们是复建大社属下古来红仙大帝体育会的队伍。今年我们在2019年要呈现的创意龙是这个大地之龙，我们取名，我们的今年的主题是大自然。这整条龙的长度有90尺，重量大概有整200公斤。连我们的材料是用仿真的尤加利来穿插这整条龙的身体，然后龙身里面会有若隐若现的灯光，我们有里面有藏有 LED 的灯光，还有龙的身体有大概接近800只的各种种类的蝴蝶，来配搭这个大自然的主题。希望我们这条龙在正月21的古庙游神不会让大家失望。谢谢。